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工作，乌龙型是契约社员，6个月以后也可能成为正式员，根据情况而定。雇佣人数1到2名，工作内容清扫管理，工作时间7点到16点，工作地点东京都品川区，给予19万计以上，赏与有，休日周休2日，排班制，与学历没有特别要求，日语能力需要日常绘画。如果对以上的工作感兴趣，可以来我们会社参加说明会。这个是说明会的时间，这是说明会的地址，最近是在神田市。